明成化年间，大学士商陆来到峡山的时候，这个山村还是一幅商寺连绵、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。峡山古称九都，居在三国东吴大将开国公郑平后裔淮阳令郑惠公即祖制乔迁丹山。宋元丰六年1083年，绿宫因洪水毁村而迁居丹山对岸，因见峡征丹山紫气氤氲，故名峡山。峡山坐落在山环水绕一轮弯月般的盆地中，西达徽州，北极延州，东连衢州，极享地利之便。村内的古建筑沿马金溪而筑，一条长150多米的老街沿溪穿插而过，以老街为界，一边是马金溪，一边是古民居。曾经这里是浙西通往安徽淳安的交通咽喉，境内也有着从石壮岭至祝家渡5公里的唐宋古驿道。南宋建都临安后，安徽、江西及本地的木材和其他土特产经峡山古埠，沿钱塘江水道通往杭州，故日渐繁华，形成一个以商埠驿道为依托，向四周扇形发射的大村落。人声鼎沸，熙熙攘攘，商人小贩挑着扁担走过青石板路，叫卖声和吆喝声成为最喧闹的背景。这般繁华的景象，无怪乎商路发出了十里长街灯火通明、百亭木筏不见水道的喟叹。诚然，这是千年前峡山的最真实写照，但千年后的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峡山村。逶迤的群山延伸到遥远的天际，如一个个高大强壮的巨人，牢牢地托起手心里的小村庄，隔绝着外界的探究和恶意。这里的一切都是原始的、质朴的、天然的。村里一直都保持着明清及民国初年的浙西山区风貌，看得见如带青山，望得见潺潺溪水，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立在这里的老房子、老巷子。他们携着温婉娴静的气质，抱朴守拙的偏安一隅，等着他的有缘人。心下一暖，便想起了张爱玲写过的一句话：阳光温热，岁月静好，你还不来，我怎敢老去。不忍辜负这入骨的期盼，所以我们来了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板凳桥，这大约是最纤细最标志的桥了。桥修建得很是古朴，粗略地看过去，倒真像加大加长版的木凳。桥面由两人宽的木板搭成，桥桩呈八字形，对称地架于溪上，看似细瘦，实则稳健。我们站在桥头，看着桥上的村民你来我往，你挑着一桶水，我扛着一把锄头，擦肩而过的时候愉快地打一声招呼，这便是乡间最自然最亲切的生活。桥上的人不仅不慢，
桥下的水也是汩汩清淌。午后的阳光从云层中碎裂而下，砸在水面上，铺了一整个水面的银光。村里的妇人们提来了一桶桶衣服，蹲在溪边换洗衣衫，手中的棒槌一举起一落下，便有坨坨的捣衣声随着清风传来，夹杂了村民们的说笑逗趣声，一时间心中便生出无限的安宁与闲适。远山、碧水、长桥，温馨的乡村，清新的空气，平和的心情。我们本是过客，却想做那归人，在这板凳桥上看日出斜阳，赏星辰皎月，瞧瞧时隐时现的远山，看看来来往往的过桥人，听听溪水哼唱的欢快的小曲儿，与出门劳作的村民们唠嗑上几句家常，最平凡的生活便生出了最动人的滋味。我们过了桥，踏上古朴的青石板路时，一颗飘忽的心才落到了实处。霞山村古属徽州，这里的民居都是正统的徽派建筑，村内保存着360余幢明清古居，它们静躺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，带着古村淡淡的烟火气息。看着青石小巷上悠闲走过的行人，把朦胧的记忆遗落在他们身下的这片土地上。这是一个闻着风都可以做梦的地方。我们做的梦从老街开始，霞山的老街从骨子里透着历史与沧桑。我们在老街人家的门口流连，寻找着他的前世今生，鲜红的灯笼和迎风招展的旗幡在这石板街上分外惹眼，一个不经意的抬头便能坠入时空的洪流。这条老街宽度仅有2-3米，街道原为青石板路面，80年代时被浇筑成了水泥路面。老街两边原有40余家店铺，酒坊茶馆南北布匹，南货贡面和南北杂货等商铺店号字迹现在依旧清晰可辨。这里的店铺多为2层砖木建筑，店面、作坊、住宅三位一体，保留着商家前店后方、前铺后户的经营格局和特色。雕花梁、隔扇窗，老街的艺术从生活里走来，藏着金贵优雅的灵魂。我们去的时候，老街上的行人稀少，大部分的商铺已经关门了，少数几家店铺也是生意清淡。还似旧时游上苑，车如流水，马如龙。曾经它也是一处繁华之地，风光无量。我们凝视着这些古色古香的铺子，梦想着能去千年前，坐在这2层小楼上，推开窗便能收获一整条街的繁荣。我们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看着叫卖吆喝的商贩，看着四处奔跑的孩童，
最后我们看到了这些荣耀随着历史落幕后笼罩在这里的无边寂静。它寂静却并不寂寞，古旧的老街有着它的忠实粉丝，村里的老人和小孩不时地便会经过这里，他们有的只是路过，有的是闲来无事了，在这街边走一走，转一转，找个地方坐下来，便能和乡亲邻里闲话一整个下午。他们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带来短暂的喧闹，又还给他原本的宁静。老街的生气，老街与人的羁绊，便在这一来一往中变得无比自然，无比深刻。我们走过了这老街，便与一众古老民居相逢了。霞山的古民居外观造型优美，多为三合院、四合院、两进二层的砖木结构，布局对称，进深较大，院落较小，中间为厅堂，两侧为室，厅堂前方为天井，采光通风，也有泗水归塘的吉祥寓意。房子的正面很少开窗口，屋内梁架、牛腿等木构件雕工精细，形象生动，门楼上都有精美的砖雕，有的辅以壁画，内容有花鸟、人物、鱼草等，门框多用青砖或青石条砌成，朴拙古雅。这还只是一般的民居，大户人家的宅院则要更加宏伟气派一些，他们比普通民众更加富有，对于住所的设计永远都是不落窠臼，不拘一格。这些高墙大院皆为一室的粉墙黛瓦、厅堂楼阁，高高的马头墙、砖雕、木雕、石雕之精雕细刻，绘历史细纹、飞禽走兽、奇花异卉之大成，令人目不暇接。霞山村的古建筑中，宗祠建筑大约是其中的佼佼者了。霞山村原本共有四座较大规模的祠堂，后来被大火焚毁了一座，现犹存三座，分别为爱敬堂、永熙堂、怀礼堂。爱敬堂是最古老的宗祠，永熙堂则为正式家族的礼仪祭祀之所，怀礼堂则是汪家人的宗祠。汪氏家族为江南一带的名门望族，他们建造家族宗祠时举全族之力，精雕细刻，如琢如磨，这才有了这栋集宏伟与精致于一身的宗祠建筑。汪氏宗祠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，规模宏大，建筑精美，保存完整，这里藏着一个家族的荣耀和过往。相传1300多年前的一个下雪天，一位姓汪的猎人打猎至此，因天寒地冻，便在此生火取暖，失火烧成一片空地。猎人临走时将手中槐木猎叉插在此地，说若明年春天猎叉发芽，当可至此地谋生。
第二年春天，裂叉柄竟然真的发了芽，猎人便迁全家来此地定居，其后代子孙在槐树林中建此堂，取名槐礼堂。槐礼堂即汪氏宗祠，这两块匾额皆为民国元老于右任手书。汪氏宗祠始建于1280年，期间几经损毁，几经修复，最后一次重修自光绪29年至民国6年，历时15年。几百年的守护修复，几代人的苦心孤诣，换来了我们与他的亲切对望。汪氏宗祠有戏台、大厅、后堂共3进，保留了徽派建筑的天井特色。戏台为牌楼式重檐歇山顶，重檐翘角，雕梁画栋，描金绘彩，两边檐角分别雕刻着李白和杜甫饮酒作诗像。古朴的台面上还站立着官吏百姓、书生儒子，粗略看去不下100人。精雕细刻，如琢如磨，线条清晰，刀法流畅。徽州的木雕一直都拥有着让人叹为观止的魅力。而就在这些木雕中间，有一匾额书有清溪鼎望4字，上为5架穿斗式结构，与越国流芳相对。越国流芳纪念的是越国公汪华。隋末唐初之际，汪华统辖歙、宣、杭、婺、饶6州，保6州百姓不受战火之苦，卓越功勋名垂千古。为了表彰汪华的保境安民之举，唐高祖李渊封其为越国公，管辖他统领了10年的6州，10亿3000户。这是汪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荣耀。他们有英雄的胆魄，也有艺术的才华。汪郑两家居于此，工匠能人辈出，创造了灿烂的民俗文化。走进汪氏宗祠的祠堂，只见雕花窗、冬瓜梁、房梁、檐柱，处处可见精致的木雕，雕梁画栋之态自不必多说。粗大的檐柱上雕饰着牛腿，牛腿一般取材于瑞兽、瑞禽、花草、戏曲故事，以儒家和道家的人物形象居多。而曲梁两端则用雀替雕镂了山水风景，甚是讲究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神话传说中的八仙，他们似是比任何地方都要生动。八仙以4人为一组，分立于2个牛腿之上，雕工精湛，连那脸上的神态和微微扬起的衣摆都雕刻得精细到位，栩栩如生。牛腿的底座古朴雅致，牛腿上方分别刻日、月2字，日月为名，预示着主人家的大吉。美轮美奂，巧夺天工，这便是古民居的雕刻艺术。它源于生活，装饰着生活，最后又回归到生活本身。在峡山村，这样的艺术随处可见，并不只存在于祠堂建筑里。
峡山村村大巷多，巷道纵横交错，弄堂套着弄堂，小巷连着小巷，曲折回旋，小径通幽，外人进村很容易就迷了路。村民为何将村庄修成这样呢？相传在唐宋年间黄巢起义、方腊起义时，峡山曾饱受战火创伤，村民们就将家园重建得如同迷宫一般，每条街巷都望不到底，以防兵患。这里有许多房子都是用鹅卵石堆砌而成，看起来非常别致精巧，这便是与青砖黛瓦完美交融的另一种特色建筑了。诚然，峡山的古民居属于徽派建筑，但并不是家家都有雕花窗、美人靠、飞檐、翘脊、马头墙。这里有精雕细琢的望族大宅，更多的是普通人家所居住的房子，但即便是这样，也有一种别样的风情。石头堆砌成的房子大约就是这样的，它们带着最原始自然的质朴，凝结着匠人最巧夺天工的技艺和智慧。那一面面的外墙上铺砌着光滑圆润的鹅卵石，它们挨挨挤挤地镶嵌在墙面上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就如五线谱上那一串串流动的音符，把手轻轻地放上去，便能奏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妙乐章。这乐章便就这样飘荡在巷子里，带给我们无限的惊喜。然后我们在小巷深处与那几座泥巴墙打了个照面，说不上心里是欢喜多一些还是惆怅多一些，这有些破败的泥巴墙竟比任何事物都要牵动我们的心。它不比马头墙的气派，也不似石头墙的圆滑，那灰扑扑的外表实在看不出任何讨喜的模样。百年过去，墙面已经斑驳，大部分甚至已经脱落下来，消散于尘土中。它的身上有了伤痕，爬了藤蔓，一派沧桑老旧的模样，不修不补，不闻不问，由它风吹雨打，在时光的洪流中自然老去。恍惚间，隐藏在岁月深处的儿时记忆似乎被撩拨了一下，曾几何时，这样的泥巴墙也存在于孩提时代的故乡里，那个时候匆匆跑过他身边离开故乡的你，会不会想到也许你和他再也没有再见的那一天。也许真如那句话所说，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我们在这里与童年的记忆重逢，我们也在这里遇见淡淡的乡愁。老屋的大门敞开着，屋内空无一人，阳光从天井上方倾泻而下，温暖着青色的苔藓。这是一位农民的家，各色的农具放在一起，没有生命的竹制器具也有了生活的温情。堂上挂着的画图鲜艳熟悉，好似他也曾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那个老房子里。村子里的年轻人很少，留守在这里的
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。老人们闲得无事，会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活，一边忙碌着，一边等候着远方的游子归家。他们已经离家很久了，去了千里之外的地方寻他们的锦绣前程。也许有一天他们累了倦了，会回到这个生命最开始的地方，寻一处这样的老房子安度余生。这里的生活是静谧的，这里的生活亦是文雅的。他身上的儒雅光芒不曾因为身处乡土便暗淡无光。霞山村的悠久历史造就了他的文化底蕴。霞山村的村口有一座钟楼，楼旁有一棵500多年树龄的古樟日夜相伴。该楼始建于明万历年间，据说是为镇白虎而建的。古钟楼的三层钟梁内悬挂一口明弘治铭文大钟，钟楼成后，霞山日益兴旺发达，人才辈出。据记载，霞山曾经百万聚禅者众，聚出资助学，尤是进士举人年可几人，秉生秀才不计其数。当当当，悠扬的钟声响起，我们漫步在古栈道，遥望着那雕花窗棂和从斑驳老墙里升起的缕缕炊烟，心里感慨万千。霞山千年前繁华的商铺要道是你，千年后幽静的世外桃源也是你。你有看不尽的青山隐隐，你有听不完的流水悠悠，你有忘不了的乡愁绵绵。我们爱你纯净的天然气度，爱你粉灰剥落的沧桑面容，爱你有了包浆的陈旧模样，爱你遍布雨痕的残旧身躯。你诠释着真实的情趣，真实的历史，真实的生活。那时光遗留的沉淀，光阴飞逝的痕迹，岁月拂过的疤痕，是你带给我们的，萦绕在心中百转千回的亲切记忆。